这是一个即将清醒车子，看不清楚。来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4000瓦小机子洗车的效果啊。效果也是挺明显的，看这近近点近点啊，啊水开大点，上面点点，后面第二人再擦干就可以啊，再加过水蜡，因为这个很奇怪的枪啊，这是一个蒸汽吸尘一体的，拿大块毛巾擦一下就干净了。好，这样这个门就洗好了。看看用它来配合吸尘器的一个效果，吸尘器管子呢？大师，大师，去把吸尘器管子拿去。管子。嗯。这边是接吸尘器的啊，这是喷蒸汽的。这样连接啊，这就可以打开吸尘器开关，这吸力挺足的。这洗护套啊，
看这里，这里，啊，啊，看这里，脏的啊，吸出来了。很明显啊，这里很明显的。进来了。很足啊，夯实顶棚，挺美的。这是在开关呢啊，注意啊，这。这起顶棚的效果啊，就这样，就这拿这个八头八 ，OK， 好，结束。